个姓我平时啊，上翻两个月，翻两个月啦，吼。啊，即个大家拢在甲恁关心，包括王老师特别今日转台。啊，多谢各位观众哦，迄个关心阮即五六个吼，诶，迄个嘿，歹势啊哈。谢谢哦，以后同款啦，迄个十二月中，以后我会阁出来，等婚姻来会阁出来哦，我会阁出来，来过来，乌哥，乌哥啦吼，来，一个乌的啦吼，啊，全国的南岛听友哈，大家赞，大家好，我林俊芬，我叫乌的，你破偌久？我迄个四个月，是，伫这个事件发生了后哈，互咱真感叹，就是讲。咱古董遮基层的，就是拢从按戒严时阵，甲咱执政到这个时阵，咱遮基层就是拢为咱台湾咧拍拼，甚至嘛为民众党咧牺牲甲拍拼。这个事件发生了后，第三日国民党还未甲咱起诉的时阵吼，第三日新潮流的陈金德竟然伫电台、伫电视顶头讲讲。阮遮违反党纪，张惠明清来到咱台湾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毒牛奶粉、毒食品伫残害咱台湾人，伊无敢回道歉、交赔偿，反倒反来，佮敢恐吓恁台湾人独立，伊就要发动战争。这个言论对台湾人非常的侮辱。